要站那么远。哦，你们在等受残值哦 ，sorry。对啊，我想说不是开过了，抱歉。还没。啊，怎么倒了？啊，倒了。他被受残值了吧？开了。给他麻痹陷阱啊！不用。有人被撞了。哎！被电。我在准备。你捅得到吗？捅得到啊。放射的威力。哎，又终于摔了啦！我看到，哦，这画面太近了啦！我现在开 OBS 录，来不及了，这种终于摔不会有第二次。哎，还可以再撞。哎，我在哪里？还可以哦。吐。哎、欸，谁在后面打我？哎、欸，叫完就跑。他跑了。干！啊！我不上去了。哦，你下去了是不是？我不想打了。菜！你先回去那个营区啊，准备打鸣波龙啊。好，可以抓了。对，要地洞啊，这个。有啊，我有带啊。我死多那么快啊！我喷好了，我喷好了。星星。喵喵喵喵喵。羊羊羊羊。汪汪汪汪汪汪。叶子愿安，道具，道具。大小什么东西？找他吗？变上去找他？对，上去吗？可啊，上去吗？不要浪费时间。刘成明安安，你是不是第一次？你是不是很少来？感谢安安。我以为你要骂他，你是不是很少来？嘎嘎嘎！没有啊。你比江江还常来就好了。哇，那真的是不用来太多次哎、欸。
真的、欸。嗯。你估计来个两次你就赢了。北七又按到生命粉尘啊。可是我的滑空没塞珠子，亏。可以塞个体力一啊。这滑空没塞珠子，加塞体力一到底怎样？我说可以塞在体力一上啊。呀。从哪里来啊？他从会从下面飞上，我要看他吗？哦，看到了。看，怎么跑掉？没有啊，他怎么？没有、啊，我的道具啦。哦，你怎么每天你的道具都会跑掉？怎么知道？每天怕我没事做哎、欸。这都会啊，我的道具从来没有跑掉过哎、欸，为什么你都会跑、啊？因为你被搞了。我就在搞我哎、欸。他真的在搞你，叫我不要玩捕食是不是？没错。好啊，那什么问题？反正死的都不是我，玩捕食死的都是我，不是玩捕食死的都不是我。尖锐死。可以撞死哦！我来了，卡啦，卡啦卡啦！哎、欸，飞！哎、欸，想飞哪？看，浪费我的。嗯。哎呀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我可以趁现在测试一下那个，抓上去。掉下来之后全弹，再来一次，哎哎哎，抓上去，掉下来全弹，粘不出来啊？是弄得出来，可是我会先跑，先到地上才那个，是不是弄不出来啊？我有点忘记要怎么空中了，再次跳下来之后圈了，再来，哎、欸，撞下来，啊晕了，咦，是不是要喝奶啦？是，来了，捧瓶他哦，谢谢，好。好久没听到龙的声音了、喔。好嘞。好了，对，好，对。跳下来。有石头的吗？有啊。我在看有人在喝东西，想说等你喝完。撞好，我捡个石头。他不让我捡，他不让我捡。捡贝壳，捡贝壳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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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贝壳就差一点。好，东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看这贝壳，我捡到电池是不是？这么大声！我没手关麦的东西。
背部按摩，来屁股按一下。就真的可以玩拔刀锤了，哎，就续三不是会挥在原地转圈圈吗？哎哎，死掉了！最后一下我都可以只命中到最后一下了。道具位置是在冲杀小小，每次都是香菇在那边乱动，就香菇在搞事，妈的！要有一个全员跳过系统，不然这60秒再等等很久。真的，我也有想过，这个60秒真的很久。我确定没有要剥的皮或挖的矿了，然后打勾，然后就一些在那边卡着不动，然后就可以跳他，把他踢出去。确定要踢中几名玩家吗？我给他奖励，直接把他飘了。他被杀了，你要救他吗？不要。哦，更换道具，真的在搞事。快改位置哈，更换道具带。啊？啊，不是啊。啊、位置明明在这边，为什么要搞我？没变啊！欸，很过分欸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他就是想搞你。真的。换装备。还要打吗？活动打完了、啊，你们活动还缺什么？看，你活动打完了。我们的每日打完了。你们。是啊，我们在喷水池等你等2小时了。你晒啦！你跟我讲说睡到自然醒的是你耶，因为三点的是你耶。我跟你说睡到自然醒，所以我没有怪你啊。啊，你刚刚讲那句话是怎样？我是说我们在那边先到，我们先开两小嘛。嗯。那、啊、你都要走是不是？留一个人在边。是我为了你加时了。不是，你们就是这样子，先包台包三小时。我说哎，刚、欸、到好好，我也包三小时。可是我们剩一个小时的意思感觉。没有啊，剩一小时我可以为你再包三个小时、啊。好啦，打一只水妖鸟就好了，陆三五的水妖鸟就好了。陆三五水啊。